Hello， 大家好，无论风吹雨打，你是我的依旧不潇洒；无论拳打脚踢，你是我再不牛逼啊，可以这么说，怎么也没毛病。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枪王排位的这个狙击的走位的一些这个讲解的视频啊。那么这边呢，先是一个残局一v五啊，这边队友有点演这一把是啊，除了我之外，基本上他们都没怎么杀人啊。一出来就全部死光，一出来就全部死光，所以说有点尴尬啊。这边也是啊，当时直播间这个下豆子还比较欢乐的啊，哎，以为要输了啊，但是我告诉他们不会输啊，我说不行我就打五个啊，结果我就真的打了五个啊。然后这边拿下这把之后呢，哎，就真的接着翻盘了哎。其实像这种局子的话也不是特别难打啊，这一把比起来的话，主要是队友死得太快了啊。跟平常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啊这一把还不算特别难的？因为这个赛季它是已经结束了啊，今天是30号了，一开始新赛季了啊。这个视频呢都是这几天啊打的啊，但是这个啊虽然说这个赛季结束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在打啊，就是说打了也没用的啊，还是有很多人来找我打啊。当然感觉这段时间打的这两个号啊都是低段位的。然后这个低段位的呢感觉贼劲难打，那个高段位的呢都是水平不怎么样的，而且还老喜欢出来对敲呢，就感觉啊变了啊。一般的话这个你看这个人收了 QB 好眼的，我冲过来哎他就切枪啊，就切成刀啊，这个人演员收了我的 QB 啊。那么这个赛季初的时候啊，这些人都是低段位的菜啊。然后高段位的厉害啊，但是不知道这个到后面为什么这个高段位的贼劲好打，这个低段位的贼劲难打，各种套路啊，而且这枪法还挺刚的，难道全都是代打吗？还真劲不好打啊，也不能老说这个一个人打五个啊，基本上是啊，有的时候还导致我会这个翻车啊，这边好像放了两枪空枪啊，这个人缩了下去啊，他还敢上来跟我对枪，那么肯定是要收掉你的啦。啊，这边比分也是刚好打平，那么这边我们再继续收人头啊。B 包你这边又打掉一个啊，这边还剩最后一个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一v五啊。这我们先来绕一下啊，这边是包被我打掉了啊，看他过不过来捡包。我们现在外场架一下，他在双向门那边那个双向门那边的方向那个架居啊，这边听到他跳了，那么我们这边先躲一下啊，来秀他一把。来个拍照狙，哎，这小子被拍照狙给啊，不是，这小子被照相机给打死了，哎，这是一套新的 G50 秘籍，哎，做人要做的陈冠希的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很尴尬，哎，你大干哥哥教你打这个照相狙，那么这边好，哎，又是刚才同样的一把啊，拿下之后就顺势啊，连拿三分啊，就直接继而结束了，哎。这边又是一个残局啊，我就是现在是专门打残局啊，我管你们怎么死啊，我专门打残局。你看这边又是压发无奶的压发第一人，然后剩最后一个人啊，还想跳过来跟我对枪，我一白血我就把这个残局轻轻松松的就给他收下啊。好，这边我们先来穿一下这个过点啊，先穿他两下啊，这是过路费啊，听到外面有脚步啊，没看到人，但是就直接穿了啊。你看果然来了一个啊，先打掉中控这个啊，然后卷底这边听到有脚步，手枪掏过来把他给杀掉，然后哎。这边外场这边还有一个跳上来直接顺掉他啊，这边逼空是有人的，但是我的队友一个双杀，哎，很极而尴尬，哎，非常极而尴尬，哎，好，那么这边镜头一转，我们来到了这个抑郁小城啊，抑郁小镇嘛，啊，抑郁小镇啊，怎么说呢，架一架过点，哎，没有架啊，刚跳出来他选择过点，直接把他给双杀啊。好，这边我们选择中路直接上，提起了我的这个手枪，甩在我两个性感的臀部。直接往他家跳，好，这边有一个，我们先用一个鬼跳啊，然后哎，他听到我了啊，对面这个人水平还是可以的啊，前面跟他这个打的时候还纠结了两下啊，到底要怎么样去杀他啊，所以说，这边也是终于提起了速度啊，直接甩两个性感的臀部就冲到他们的家里面来啊，跟他这个面对面来了一下啊，这个近距离接触啊，直接照脸这个压发给他爆头啊，然后再狙掉一个，好，剩最后一个人应该是听到在他家里面。好，这边狙还是很快的，直接把他给顺掉啊，又是一个 1v4 直接拿下啊，哎，好了，那么今天也是这个30号了啊，30号的话，然后我现在这个截这个视频的时候是8月30号啊，然后呢这个排位的新赛季也是要开始啊，到时候大家这个
这个排位实在搞不动，还是依旧可以找我帮忙啊，都是接小场面了啊，弟弟。好，那么这边又是到了一个残局啊，这边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二打五队友打死了一个，这边我穿杀掉一个，我已经打掉两个。好，队友打掉一个之后是直接嗝屁了啊，他嗝屁了怎么办呢啊，大哥来吧。好，这边我们切中我们的手枪啊，先拉一个压发，爆了个嘿，接鬼头啊。好，这边我们掏出我们的手枪啊，等他还敢往下跳啊。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想拖，他以为我上去了啊。这个时候小弟弟你千万不要紧张，小弟弟你千万不要着急，知道吗？小弟弟你千万要镇静难整呆，你千万要这个难整呆啊。好，这边又是到了这个残局啊。好，这边 A 门进的啊，但是我卡了一下，好像打了一个盲狙还是怎么的。好，我们掏出手枪先把它收掉啊。这个号手枪子弹还蛮多的，大哥表示穿越火线我家开的啊，要想这个装备上碾压对手啊，你就像我在家这样，知道吗？你就像这个号这样，买，多买一点啊。好，在我的头上啊，不过没有关系，还是把它给收掉啊。这边剩三血啊，剩最后一个人好像是个狙啊，这边包是被我打掉了。那么我们又要到了残局的时间啊，其实这个残局呢倒不难打啊，因为他就在这里啊。好，我听到他了，我料他也不敢上来，我们直接用一个鬼跳，一个连贯的鬼跳，但是要注意这个时候不要摔死了啊。好，这边我鬼跳的时候他已经上去了啊，他已经上去 B 包点那边了，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他可能听不到啊，所以说这边我们先稳一下啊。平常的话我都是比较烂的，但是这几天打这几个低端局的话，我真的是啊，烂就输，一烂就输，我都不敢烂了啊，真的是不敢烂啊，这些人还都挺厉害的啊。好，我们就开始稳啊，我们就开始稳，稳如一条老狗啊，稳如一条哈巴狗啊，这边就等他去拿包就好了啊。这边我们在这个九八桥跳点的这个缩头位一直在这说，你看我就不打他啊，如果你要一打，正好打铁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打，让他上去再打啊。他好像还捡了把枪，这就尴尬啊。好，这边还是抑郁啊，先照着红明先顺掉一个啊。这边我们掏出我们的小手枪啊，来到小道口来拼一波反应。让你跳，让你跳，结果我不费一滴血就打掉了你的屁股，就是这么的潇洒，就是这么的暴力，就是这么的黄，就是这么的富昂房，就是这么的潇洒，就是这么的英俊。以后请叫我英俊哥，不准再叫我钢盔哥啊，再叫我钢盔哥我打死你了。最近这个可能差不多要到这个休假的时间呢，也不是休假啊，请假啊，这个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啊，看看病啥的。大家这个记得加我的 QQ 啊，我的 QQ 在左下方啊，这个看你们看视频什么的啊，然后关注动态啊什么的啊，你们就这个加我的那个 QQ 啊，当公众号使的，知道吗？当公众号使的啊，还有经常能让粉丝这个上空间的这个说说啊什么的啊，跟大家这个互动什么的啊。然后呢，外设店的那个微信呢，就是左下角还有一个那个微信是外设店的微信啊，你这个买鼠标什么的啊，你就加那个微信就好了啊。好，这边视频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啊，这边来到了最后一个镜头啊，这枪反应很快，先打掉了一个啊，这边对面是集体抱团打 A 啊，咱们这边先打死两个之后，听到这边要跳啊，先打 A 门，回过来再打小道压发，爆了个他的龟头，好，是最后一个，哎呀，身败名裂。也是以悲剧结束掉了本期的视频啊，这个真的是接身败名裂，我的五连杀呀，真接尴尬，好吧。那么我们下集视频再见吧，大家拜拜。好的，那么每一期视频的左下角的那个 QQ 号，也就是我的 QQ 号4137188359啊，大家加上这个 QQ 号之后呢，每一天每一部视频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分享到我的 QQ 空间里面啊，每天也会给大家发一些 CF 的小视频啊， CF 的小集锦啊，以及一些小段子啊，以及我的各种动态等等，都会在第一时间这个通过 QQ 空间啊，然后来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加我的 QQ 4137188359啊，任何的动态、任何的资讯都会分享到我的 QQ 空间里面。好的，那么再说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网址里面输入虎牙.com/CF 禽兽居，就之后就是我的直播间了。每天晚上7:30左右准时开播啊，准时准点，每天都有直播啊。然后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帮我点个订阅，然后每次开播的时候呢，系统都会自动提醒大家进入房间收看啊。然后直播间还有啊竞猜啊、赌豆子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娱乐环节，每天晚上在7:30左右这个时间准时准点和大家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哦。